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后天美容学院，我是医美大班琴师毛娜。今天呢，我们的医美小讲堂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科学的收缩毛孔，抚平痘印，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比鸡蛋还美观。老师，我的皮肤一直都不好，毛孔粗大，还有痘印，粉再厚都遮不住。别人都说我远看是美景，近看就想报警。老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你帮帮我吧。你这是油脂分泌过旺，水油不平衡的恶性循环所导致的呀。我用了好多收毛孔的产品，什么猪鼻子贴、撕拉面膜、毛孔收敛水，然而都并没有什么卵用。你用的产品呢，可以消除你肌肤上一些堵塞的物质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肌肤弹性减弱，毛孔收缩能力也会变小，所以只靠护肤品是没有办法去抚平你的痘印痘坑的。宝宝心里好苦啊，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？我们可以用医美的方法来解决。王者之冠设备采用非波脱的点阵激光，作用皮肤表皮之下，恢复期短，刺激肌肤胶原蛋白合成纤维细胞新生。跟光子嫩肤相比，机器一样，治疗头不一样，而且功效不一样。王者之冠是点阵激光，用于收细毛孔，去除痘印痘坑。王者之星是强脉冲光，用于美白和祛斑。这么好的设备，做完多久能见效呢？做完呢，皮肤会有一些红肿，会有点状结痂的现象，但是不要担心，它一周左右以后就会脱落。我们每五次呢为一个疗程，三至四周做一次就可以了。好心动啊！这个项目呢，我们会进行表皮的麻醉，所以痛感还是很轻微的。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实际的案例吧。医生您好，我是后天美人学院微信抽中的幸运儿默默，今天想让您帮我看一下我的皮肤问题，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。你好，我观察你的皮肤呢，存在两个问题，一个是这个鼻周的皮肤比较粗糙，还有就是痤疮后遗留的这个斑痕。那么我建议你使用我们的王者之冠，它可以刺激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再生，改善面中部这个皮肤粗糙以及这个痤疮后的凹陷性斑痕，都有很好的效果。我们心肤麻药啊，好，谢谢。第一步，清洁面部，防止皮肤敏感。第二步，进行表皮麻醉40分钟。第三步，消毒。第四步，开始王者之冠治疗。第五步，敷保湿修复面膜20分钟。术后的话，我们皮肤要有一点的那个术后注意事项啊，别饮酒，别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别蒸桑拿，别泡温泉，一星期内别做其他的一个皮肤护理啊，注意一下保湿和防晒，你觉得就没什么了。哎，默默，你的皮肤真的有变好哎！真的吧？我也觉得，好开心啊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关注后天美人社区的微信号，发送你的省份以及电话号码，就100%会成为幸运儿，获得1000元的医美代金券。哇塞，好心动啊！我也要参加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！走开了，不要挡我！